吃饭。白面条怎么吃啊？这什么？这里你最喜欢吃的小龙虾。小龙虾？哎，可以。小龙虾方便，装。哇塞。吃那么快，想个办法让他出去。那么快，哎喂，好，有人出来，你帮我找一下啊，马上就下来，你等我一下啊，帮我去打电话去，在楼下，快点。你过来干嘛？这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。慢慢吃。那么快。干嘛？等一下。等着。在外面等着。谁叫你吃那么快？我去吃一点。别急啊，在外面等着。都跟你说完了，有人。真香啊，慢慢吃啊，慢慢吃，别浪费了。啊！别说了，
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了？啊，等一下再玩不行了。哎呀，你先吃嘛。有人。有人。没有想到他把肉藏起来了。
嗯，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呦我的妈！拿错，这是瞎了眼，看上你。嗯。嗯，知道。他肯定又要吃独食整整他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果然没有猜错，拿错，这次瞎了眼，看上你。嗯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当初你瞎了眼，我都没有嫌弃你，现在把你眼睛治好了，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是吧？何叔呢？有人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
等一下，你吃吧。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别说了，冷战的第二十天，你称一下，一天333克，没投诉对吧？1400多克，别投诉了啊！完事。
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么自觉吗？